一二三，哎，试过了吗？试音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安出去了。中艰难还以为伤口不再扩散，从此喜怒无关，两个世界两方向运转，竟然彻底的失算，回忆跳出来，不断调侃，笑我理智笨蛋，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你的爱俘获我，失去你的角落，闭上眼就能还原，你都怎样爱我，都怪我太执着，重复爱一个人最难受，眼泪算什么？曾在冷漠里
来了，嘿，来了，你来了，建哥，好久不见，真的真的，我要先欢迎他，真的就是从一直暗暗大明星开始以后，然后就是会想到很多认识的朋友，对，然后真的都是老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找你来，对，然后就想了很多千百种的理由，然后终于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状态，然后终于在今天12月15号，我把这个好朋友请来了，王子邱胜翊。Hello， 谢谢你今天来安大明星。Yeah. 谢谢。Hello， 大家好。谢谢。希望没有打扰到大家。我们好热情。其实我很特别，我第一次在那个大家都在办公，然后我在录影。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这在三立新闻网上面，然后这是 Vido， 所以他们其实这边有人就一边开始听着访问内容，觉得可以出成新闻，就开始。嗨戴口罩的可爱妹妹。哎呦，还有在拍手。你知道他们现在都是故作镇定。但是每一场都是为就办公室的大家成了就是意外的那种可爱的来宾，然后他给你们很多的回应，应该对啊，他还给我比爱心哎，他会跟你做更多事。只是他如果他主管不在位置上的话，他们可能都站起来跳舞。Okay, 他们现在稍微有点镇定一点。好，不过这个你真的也很忙啦，这个专辑发到走到算是宣传的即将要小小告一个段落，对对，终于有空来，但今天也很忙。王子说今天已经是第三个通告，对对对对，今天有五个，没有这人红嘛，就是这个样子，对，很开心哎，我们上次见面真的很久了，我们上一次见面应该是爱上巧克力的记者会跟见面会，首映啊，然后还有一场那个在南部的活动，对对对 对，然后就这样，然后每次都会在电梯巧遇，对对对 对，就说哎怎么都没有合作，对对，因为之前就是比较容易有一些碰上面的机会，然后这次其实这次也在一个电梯巧遇的，对，哎你来了，对，然后哎是这样，到今天，然后就很开心。你这张专辑当然最近看到了你已经不只是唱歌了啦，嗯，其实你俨然就是一个天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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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长了一个娃娃脸，嗯，然后看起来大家都印象中就是个孩子一样，但他现在是个男人了，嗯，就是要慢慢往一个新的境界去前进，嗯，而且你自己包括可以看到你自己在给自己设定的一些状态里面也有想要摆脱一些稚气啊，对对对，或是说有想要往更不一样的路线上开始做规划，可是你这张脸没有办法变哎，对啊，但我觉得就是从我的作品，嗯，或者是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形象啊，嗯，然后更真实的我，像这一次，啊，我就是用我的本名邱胜翊嘛，很好啊，很好啊，对，然后呢，因为以前呢，大家对我的印象可能是比较斯文的，嗯，忧郁的王子形象，嗯，但其实我希望把我更真实的比较欢乐、乐观、有趣的一些形象带给大家。怎么会长大了想欢乐呢？对啊，因为我觉得应该年轻的时候才应该要给更多的欢乐。对，但我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太矜太矜了，然后不太敢表达自己。偶包吗？是偶包吗？那现在呢？慢慢的过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希望把很多我所学的、我喜欢的，然后我的想法，
传达给大家。真的，以出道年限的年资来算，你就是老艺人的概念，就是已经就是有两位数的啊。對對對，开什么玩笑，过时了。没过时，只是说你踩在浪头上一直往上走这种感觉，然后人很难得啊，可以帮让自己一直有一直有领导的这样的气势，而且真的是看到你越来越强大。哎、欸，包括你现在说，去看，我一直在看你的那个 Instagram， 然后每次你，因为你跟别人的分享，其实有些时候是蛮特别的。你对粉丝们的感觉，很微妙。他们一直追随你的那种心情，还蛮忠诚的，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呢，我也非常感激啦，在这11年来，11年，你看我就说两位数，对啊，因为很多新的团体、新的偶像出来，是，那我们也会督促自己，想要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去让他们有支持我的理由。是，所以呢，我基本上这11年来没有真正的休息过，我都希望有没有更好的作品，有没有更好的表演机会，让很多歌迷们看到我不一样的表现。有。对，所以非常开心，在今年，我之前都在内地拍戏，今年我拍了一部偶像剧《少奇立正我爱你》，然后顺势的发行我的第一张 EP，对，音乐作品《Attention》，对。然后，因为我是其实从头到尾你花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对，不管是选歌、造型、企划，然后专辑封面的大小，是，对，都是我跟工作人员每日每夜讨论出来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结果，你希望的样子，样子，对，这表示你已经成了人家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你的意见才能纳为别人的参考，甚至成为执行的现实。哦，谢谢，我是认真说的啊，什么人都想帮自己多说两句话，但有些时候他就会想说啊，你还小，听我的。然后有些时候就心里想说，好啊，踹踹看，就不知道你遇到的是怎样的老板、啊，对，应该这么说。但我也蛮幸运的，对，蛮幸运，蛮开心。公司的人很尊重我的意见。其实我当然有点矛盾，很开心公司尊重我的意见。但是你控制越多，你责任扛要扛越大。就是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我的想法，那最后出来的成绩，其实我要扛更大的责任。也，这是你的人生啊，这样扛是没有，我觉得这样扛是蛮合理的啦。因为公司是一个媒介，就是能够帮你做一些过滤，或是甚至帮你加分，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公司，我们应该这么说。所以你的幸福应该在于说，你不管在任何一种环境里面，都有看到好的成绩。对，应该是这样子来想到你的过去，所以累积下来，你是一个人生胜利组的状态耶。算跟一般人比起来，算是我真的很幸运。而且你呀、啊，你的样子，你说要人家来模仿，我还说还真难。真的吗？对啊，你这种衣服谁能够随便这样穿？对啊，谁敢穿的像科学小飞侠一样在路上走来走去？而且还这么的帅气，还有贵族感。然后刚刚还特别问王子说：“那这一身打扮造型是？”哦，我的宣传服。对，你怎么会想要这样子打扮？这应该也八九不离十，跟你自己的想法有关联吧？对，你自己不是做人都潮牌的？对，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打歌是上位嘛，其实上位跟有点像军阶的那种上位。然后呢，我是一个司令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披风会有一种霸气的感觉。是，然后我们舞蹈里面也很多那种军队的队形，所以像看到我的封面的军装，就是军装，对，就希望有一种那种军队的感觉，像双排扣也是会有一种军装风的感觉，对，身材好就这样，没有，你再来就是那种石头身，九头身已经不足，你脸真的很小，真的吗？大概我看过。跟你头大概一样大，另外一个叫赖雅妍而已。哦，还是一个小脸，然后他那个比例，你大概就是男版的那种小脸蛋那种感觉。这件事让你很吃香吧？走在哪里就是永远不用怕自拍站在最前面。对，但是很多艺人朋友就说我不想要跟你拍照。你看，不会，但我们可以总会交到真心的朋友，对，没有关系。刚刚看那个 MV 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刚那个歌的歌名还蛮撩人的，叫做对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不要随便跟他这样讲话。对。你们这些人出一些歌，然后拿个歌名在那个地方，对，那个让大家那样魂萦梦牵，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对，很会，大家现在都不用直接告白，都直接讲这些拐弯抹角。对，那些歌词，像我第三首歌叫《爱上了你》，
对，我就是觉得歌名取得也不错，爱上了你，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之类的。真的，然后我当然不能与你无关，于是我就是在你心里就上位了。很好，很好，你的一切的一切就是要住进人家的心坎里。很有心。刚刚那个 MV， 拍的是一个比较故事型的感觉。对，然后你让我看到了，我也是一个朋友，他以前不这样哎、欸。他以前，我好像看到很多评论说他变得很有女人味。他变得很有女人味耶！天哪，林雨熙，那我改天早上来玩好了。好好好，他以前在这边演那个料理高校生，演那个老师小柔，然后就剪一个像你大概像这种发型吧，刘海短一点啦。然后他就是一个，你可能要演老师，然后他就很霸气，然后很有。有一些自己的状态，刚才里面就是一个多愁善感女主角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MV 里面 ，MV 的故事其实我已经我是一个灵魂，我已经不在了真的。所以是一个穿越的概念，对，他在回想我们曾经的喜怒哀乐，然后呢，但其实我一直都在他的身边陪着他，只是他看不到。对，最后呢，他要离开我们。相处的那个家了，他最后离开，然后他拍照才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很多舍不得，但最后没有办法，都得舍得。你现在讲这种话很恐怖，为什么？就跟五年前在讲这种话，就是一个艺人，然后偶像，他就跟你讲说，哦，我们的故事哈，就讲，哇，你现在讲这种东西，就是那个话里面的那个情绪会把人家牵着。那个人家的心情，是就是什么事情带给你最大的那种，就是应该说那种能量上的改变嘛，要这样讲吗？对，应该算是当然就是时间的累积，还有去拍很多戏，我融入了很多角色。对，然后呢，当然越多人相处，然后慢慢的了解自己。其实以前我少话是我不太敢表达自己，也怕让人家误会，或是我。怕我表达的不好，让人家觉得哦怎么样？以前的顾虑很多，那现在其实经过了11年，我慢慢的找到我自己，而且找到属于我可以跟大家一个很开心、良好的沟通方式，所以我就比较敢勇于表达自己。是，所以你是一个很幽默的无厘头的，还是说你其实喜欢就是安静的，然后大概淡淡的，我希望幽默无厘头的。你喜欢这个？对哦，好好。其实我私底下蛮疯的，所以你希望我们在这个现场就是有一些杂派啊，或者丢水什么，也是太 over。对，好，我只想说，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聊天有时候是一件最开心的事，然后聊天有时候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把这段时间，然后可以从对话的过程里面去感受到你的好，还有包括你带来的作品，希望可以被别人。更深入的了解，对，没错，那只能透过这样的那个。那拍 MV 有什么笑场的时候吗？你搞那么深情？哎，笑场有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片，但刚好那一段要需要，没有需要要笑场，需要，哎呦，对，所以那还是 say 好的啊，对，没有 say 好，因为我们要就是回忆我们以前的那个喜怒哀乐片段，开心的，有一个就是画脸，有，刚刚 MV 里面有那个画的涂鸦，对，涂鸦，然后其实以前我怎么可能会让人家这样子乱画，但现在我根本其实我觉得 OK 了，没有什么太多在意的。你是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孟婆汤什么的吗？对啊，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到底在盯什么、欸，我们是不知道了，但也不觉得你盯啊，只是说不想你现在就是放那么开，这样讲是这个意思吧？而且对，那个。所以那个画脸就是从头到尾就是画得很开心，画得很开心，然后原本觉得还不错好笑，越画他的脸越花，我就觉得越来越好笑。明白，你这个人也真的实在是，就是既然做了就做到最好。对对对对，既然要画就画到最花，给他画。啊，那第一笔是画哪里啊？第一笔就画嘴巴，先假装帮他涂口红，涂着涂着涂歪了。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找到一个甜蜜的人跟你一起。玩涂鸦，你也会先画他口红。对对对对对，口红不错。你偏爱什么颜色的口红？画在别人脸上的正红色。为什么？我觉得正红色有一点性感的感觉。啊，你刚刚画林雨熙脸上什么色？就是正红色吗？正红色。哇塞，你很浪费唇膏。对，人家说有点浪费。对啊，你干嘛把一张美丽的脸那涂成那样？哎，他真的不一样哎，他眼睛很大哎，我刚刚以为是贾静雯。然后有一个很美丽的那种。他在 MV 里面真的很美耶，就是真的，对啊，因为我其实林雨熙跟你就拍完片之后，有
他应该是一个很厚道顶的人吧？超级好，他还来我前场会哦，真的哦，他还默默的来我前场会，默默来吗？对，就是我就说，哎、欸，我明天有前场会，在画在，我邀请他来，然后他就、他说好，他就很有义气。哦，然后就非常，所以在行为上他还是有义气的啦，很有义气。但是在拍片上，哎呦，真的，他应该蛮喜欢这个妆的啦，可以从他的表情当中感受得出来。其实他还蛮放得开的，他是啊。最让我佩服就是像这一幕啊，其实我们拍他就拍了几次，拍我也拍了几次，他每一次都可以在我亲下去的那一个刹那哭，太强，而且我连太拉背哦，拍我他还是会哭，就在那个点哦。对。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难。终于知道为什么她会入围金钟奖。对，为什么会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了？真的是。啊，那下次应该叫她来找一个点给她秒哭的表演。对，十秒。哭很难吧？你在这段时间对戏剧有这么多的投入，然后情绪里面最难展演就是那眼泪滑下来那一刻，用让自己可以收放自如。对啊，她很强哎，我真的觉得她真的哭戏真的是吓到我，吓死我。而且她的心机很重，哭得很漂亮啊，超哭得超美的，一定要这样吐她的槽。我心里想说。他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你有问他吗？我没有问他，我有问他，但是他真的是很会，他很感人的，他 po Facebook， 他就说，对，你都问我为什么拉背我还哭得那么惨，他说因为我眼前的对象很真诚啊，就还做给我，你知道吗？真的是没有找错女主角，有，大家互相这样丢来丢去的，對啊、还蛮互相。就帮大家，这对方就是加分。啊、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拍一部完整的偶像剧或是电视剧。哦，他应该也很期待吧？对啊，希望他期待一下。你的配对也算是一个蛮特殊的，大家好像蛮喜欢的。还 OK， 你最近已经开始成了那种百搭男主角，对，很好啊。有些以前在说啊，找王子来拍戏啊，女主角要选谁？嗯，现在搞不好人家说。哦，王子在边，然后就是开始在慢慢的过滤到你。你有特别喜欢想要搭怎样的人吗？但网络上就是搭完郑智晓的人，每个都把他当女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对啊，大家都觉得我跟郑智晓在一起，因为戏剧的影响嘛。但是我觉得，也很开心是，虽然大家喜欢我们这个 CP， 但他们也不会特别的反对我跟其他女生，这是我觉得我的歌迷的成长。你有问过他们是真心的吗？有做过问卷调查吗？你也知道，有些孩子就只是说一些好听话，让你放心。可以啦，我相信会有更多火花的，你们要多多支持我跟其他女艺人。我觉得你是也不用在那帮乱放话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对，但是那个唱歌这件事情，的确是在那个这次你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很重要的一件促成这件事的原因。对对对对，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签名，你写字很美哎。没有啦。有。还 OK， 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写不好被妈妈撕掉过几次，所以你有认真练习写，因为有些艺人就是你知道签名很棒，那一般的那个。文字叙述的过程里面就差强人意哦，懂，对对对，你在写字上面有认真做过练习？有，那你的签名我这个签名是一个 P， 然后一个王子、R N C 后面上面一个皇冠，是不是？对啊，以前有一种很久以前就听过一种说法，哇，签名签的那种月是那五。龙飞凤舞的人感觉，感觉他说这个人就是越有那种强大的那种气势出来。你的名字也蛮难写的。回到本名的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决定，也还是其实一直以来也没有人不知道你的本名。对了，也没有特别，只是呢，公司是这么印上来的概念。对对对，希望以一个跳脱以往，以前团体比较多嘛，是。然后我这次一个人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人就是一定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面的，所以你必须要回到你的真实的那个对有名有姓了，对不 对, 对？王子这个名字就是很多你的粉丝，他也长大啦，对，他也长大了，对啊，那你叫你王子，叫你一辈子也 OK 啦，对对对，他也接受，但是总会有你的很特别的一个需要被大家更加去认识的，对对对，你喜欢这样的名字吗？还是名字在你从小都笔画很多，写起来会有一些辛苦？其实我改过名哦，真的改过名，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我这个名字啊，还不错啊。对，盛意，对，好，听起来就是让人也觉得很大气，然后在那个很多地方写上来也看起来也是很帅，这个而且。
你只有胜，难怪你人生会胜利。那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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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啦，真的很开心。然后我刚刚在跟王子说，大家这个宣传都走到最后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去跟你接近，就只能从那些什么商演的一日店上，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今年也有参加那个跨年的晚会，你又去哪里唱歌？台中，台中哦，对，哦，台中一家独家演出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好，但是过了一个2017，跨过2018，你就要开始去忙了。对，忙别的事情，就去海外先宣传一阵子，到年后就会开始投入新的戏剧作品。哎、嗯欸，你有觉得，其实你在我很多人的印象中，你其实是从就是大陆那边这样子要红回来那种感觉，嗯、我这样讲，没有可以这样说吗？可以可以可以，对不对？可以可以。虽然你在台湾也很有知名度了、嗯，但是你一直在那个微博上面是一个很有人气的，嗯、而且很夸张。谢谢谢谢谢。在那边那个境遇也是很特别，应该很多人很羡慕你。对，因为我觉得啊，其实现在。我不会去排斥我在哪里拍戏、嗯、那我觉得你接触了更多人，学习到更多，其实累积都是自己的。那我也很感谢我在内地拍了很多很不一样的戏剧、嗯、像上上一个冬天我去内地拍了一部抗战剧，我觉得我喜欢你刚刚形容那个时间的说法，我没有在这里问过你们上上一个冬天，对，上上一个冬天，你就是王子，哎，王子才会给我们记得冬天、夏天、春天、秋天，因为他们会讲说2020几年，或是那一年，或是什么什么去年的去年，你跟我讲上上一个冬天，你现在是连讲话都在给我写小说的，没有没有，上上，因为那个很那时候很冷。所以我特别记得是上上个冬天，然后我拍了一个抗战戏，零下20-30度，每天开枪，然后那种爆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了，对，很特别的回忆。那时候你几岁啊？那时候我26岁，嗯，2年前。那种戏都光你听就觉得还蛮苦的，哎，对，对不对？因为我以前演的戏，而且那么冷，对，以前演的戏都是帅帅的嘛，一直。我相信那个 biang biang 那个也是很帅啦，对，但是不一样的是，环境很冷，哦、对了对了，然后离乡背景，然后开枪并不是我的那个拿手的嘛，我就是那种火药啊什么的，军人，对对对对，那种形象跟你比较没有太多的，对，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一群很好的朋友，因为那部戏非常的艰苦，艰苦。越苦的时候，就是越容易交到朋友，因为大家都是一起苦过来的。哦、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你拍戏得到最多的不是名与利，是你认识一群很真心的朋友。真心的朋友，那应该是说你用真心去跟人家对待啦。对，我觉得拍戏的时候，其实也都是短暂的萍水相逢，会变成朋友又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特别的有去跟人家相处，相处啦，诚恳的跟大家交朋友，真的。然后你真的是事业有成，都忽然间在想说，你其实已经是蛮成功的企业家啦。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大家应该会很多人心里头应该你是一个典范的啦。希望希望可以成为大家的好的榜样。那出歌只出3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求那个成本太贵了。没有没有没有，在公司只能帮你写用三首歌。没有，其实我原本要出专辑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收歌，然后我们收了5首歌，2首歌先给那个偶像剧的插曲跟主题曲了。哦，对，然后呢就剩3首，但是呢，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片的时机是一个很完美的 timing， 真的戏刚好播完，蛮好的。对，然后刚好搭到这一个戏又大红，对，谢谢大家。然后很多新的朋友，小朋友哦，6、7岁国小那种看的我的戏，然后支持我，然后他们也去支持我的专辑。6、7岁就在看你的戏，对，很小，你太过分了。你那六到六七岁的孩子，你是怎么一回事？就觉得说，因为我们是一个校园青春的爱情剧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讲得很纯粹，讲初恋，是，所以我觉得对小朋友也会有一种啊，很憧憬，憧憬。然后你又长那么帅，谢谢谢谢。然后呢，非常开心是有支持我很久的歌迷朋友。跟新的，然后我签章，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看到这些新加入的粉丝，你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我们老了。”他们觉得他们老了。他说：“以前都是他们在前三排熬夜排队。”他说：“现在我们真的没有那个体力，我们就在后面拿着大炮相机拍就好，让给年轻人去疯狂。”那你就这样，你还要听说他不一样了，他有财力去买大炮相机了、啊。对对对，他们以前只有那个、哦、只能站在最前面才能看到你。哦，对对对对，他们以前连买板凳的钱都没有。哦，
一个成长。当然啦、啊，他也不一样啊，你在成长，他也在升等，然后所以大家那表示你的粉丝其实都在那个生活当中也是很认真在过着日子、啊。对对对对对，应该开心。对我很开心，就是。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因为我其实我发文其实都蛮正面的，我希望给带给很多我的歌迷朋友或是年轻朋友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感觉。说吧，我就说吧，你呀、啊，把自己经营成一个这么严肃的，然后有条理的，然后又说一些很多的那种劝世的，然后跟我说其实你很幽默的，想要搞笑又有点无厘头，我想说你现在是哪门子吃错药了还是怎么的？然后就想说好啊好啊，来啊来玩啊，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那个可能就是。别人会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啊、男艺人就这样嘛、就能帅又可爱、就大概都能够吃遍整个大市、这个整个市场、然后你又自己又听到你有六七岁的孩子成为你的新粉丝、这真的是一件就是我们五年前见面的时候我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对啊对啊，因为其实六七岁我们出道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对啊，他们现在都承受到六七岁就要看偶像剧、对，就是有时候更有些更小，应该是要感谢他们的爸妈都曾经是追星的人，所以他们才会一起看，他们才会同意自己的孩子过这样的日子。对，时代不一样，然后就造就了你们一些，所以你的粉丝很重要，因为他们开始有一些就是小孩对繁衍出来，所以你的粉的也有家庭粉的，对 对, 对，感觉来说真的很特别、那这次的歌里面呢，就有一些、看到以往的你呀、也看到现在你新的你，就比较。哎呦，要说怎么说，比较成熟一点，稳重一点点的。刚刚这歌啦，情歌嘛，慢歌，但那个跳舞那歌，那个快节奏，也不知道重拍吧，重拍怎么讲，对不对？对，不知道怎么快。劲歌热舞啦，劲歌热舞。劲歌热舞，我想看，因为我在网上，我等一下再来问你。好，你跳那个上位那个歌的时候，真的挺酷炫的。谢谢谢谢。对，我们看完，我有问题要问你。好，问题要问你。好，来看上位。
刚刚那两个在对峙的那两个角色是，就是明亮王子跟暗黑王子的对视。哦、是是是。那、啊、最后有谁胜出吗？没有没有没有谁胜出。哦、那你比较像哪一个？我觉得哦，我觉得因为那名字你取的，我也敢说，哎呦，真的那两个都很帅啦、嗯。但我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当哪一个。我比较喜欢当暗黑的一点。啊？为什么？在表演上比较狂野的感觉。哦然后明亮王子就是比较放在生活里、哦，对生活里，对，那蛮像你本人的。对对对对对，表演就是狂一点，然后嗨一点。所以如果演戏给你演一些很特别的角色，奇怪的、啊、都没关系。很棒，我喜欢。就不要写太正常的。对，就是要有一些变态啊。对，像比如说我之前演的那个《少奇立正我爱你》啊，我的角色就是有一种孤僻会报复别人。你只要欺负到我爱的人，我在乎的人，我就会绞尽脑汁的去。报仇，那种很恐怖的角色，我觉得不会啦，那种恐怖就是一个形象上面的那个写照而已。对对对对对。哦，但是你本人不是这样的人啊。对啊，就是所以就是可能本人不是这样，所以我想要去挑战一些是不是那么像我的角色。了解了解。刚刚那个歌哦，很韩歌，然后刚刚我就在问他说，好了，我刚刚不知道问你，那这歌真的很洗脑。我那时候在就听，我就想说，天哪，王子你真的很也是很有你的。然后出一首歌，我们就沉浸在那边听，在那那切切切这样。对对对对对，唱这歌配唱过程当中应该轻松愉快吧？对，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是因为韩国老师制作，他很想很注重态度，态度、哦、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我切了几百次了，就是他要有一个很有 powerful 的态度。我讲的好抽象哦，他注重你的态度，对，然后在录歌的时候用态度这个东西跟你去诠释讨论，对，所以他讲的也是感觉。我还好，我有当演员过，所以我就去揣摩那个感觉。哦、啊，那是切切切比较难唱，还是那比较难唱？那有一种那种压喉咙，要有一种很狂野的那种那种。哦，还有那他要你那么拿这样子，对，啊切切切，他切比较好切，对，比较好切，对。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吗？不会不会，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但是我应该想说，那唱那个歌的时候，这个就是很洗脑到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学起来也是蛮容易的，但是很容易忘记你其他歌词。对对对对对对，有些歌词就会比较容易忘记，就会记得这两个。但是我也是主要的是要诠释这两个好记的，因为舞曲嘛，其实大家就是希望一个热闹，就有一个重拍在哪个地方，对对对对，大家特别的有印象，有 hook， 对对对。啊、那匹马你是在哪里拍的、啊？那匹马就是在也是在摄影棚里面，然后、啊、你有那么大的摄影棚哦？对，我们在那个片场里面，然后在。我觉得导演希望我一马当先的那个感觉，给我一匹黑马。有有有，他给你一匹黑马，然后那马很乖吗？你本身就会驾驭这样的动物。他马很乖哎、欸，他马是训练过的，我上去他都不吵不闹。因为我看里面的马也有很多的 pose， 就想说你这對、啊、你在那边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你也是蛮忙的、欸。对，我拍了18个小时。18个小时，然后就是同样的舞蹈动作做了很多重复的，对，跳了不知道几百次。对，而且在跑车上面，对，跑车。这些都是你的 idea 吗？还是你有特别去跟人家讨论要加什么东西？我觉得加那些那个戴面具的女孩。没有，那个因为导演跟我很熟，从、哦、也是棒棒糖到现在就认识、啊，然后他知道我喜欢什么，他都帮我安排进去。哦，那你喜欢什么？我喜欢跑车、啊。哦，喜欢跑车。然后我很喜欢这种那个欧式的这种隧道的感觉、哦。对。那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哎。对啊，他还把那种东西记那么清楚给你。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念旧的人。念旧、哦、对，比如说像摄影师也是找我10年合作10年的摄影师，妆发师也是，设计师也是，导演也是。哦，就是我希望就是，就不要再去做太多的，对他们看着我成长、哦，他们知道我适合什么，了解我，然后我们又很熟，我们就一起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对，哇，真的是还蛮念旧的。那这样你怎么这样你不容易交新朋友喽？我容易交，但是会比较慢。慢就永远都是旧朋友比较好。好、哦，那你现在出道到现在最好的朋友是？是我团员小杰啊。对啊，也真的很久嘞。对啊，11年。对，如果而且毛弟那个不算了，毛弟、哦、那你家的、那個、对 对, 對。但是最好的还是就是团员吧。你都不用想哎、欸，就是马上就讲出这个。对啊，因为真的是真心朋友了。对，真心朋友，我们从六磅到 JPM，、嗯、到现在，对毛弟还有发型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艺人的话，
男艺人的话应该就小杰啦、嗯、对，那私底下朋友高中同学也是很久联络的、哦、是是是，然后发型师怎样的人会变成你的朋友，因为看起来你没有，你虽然看来很亲近啦，但也没有那么容易亲近，对对不对？嗯，我觉得不能到太爱玩呢、欸，我不是一个很爱玩的人，然后呢、哦、你有老灵魂哦，对啊，你又想搞笑，你怎么了？反差的感觉，没有反差，就是你身上有很多的冲突哎、欸。对，我觉得跟我当好朋友，我觉得拍戏很容易跟我当好朋友哦，因为那个东西在演生活，可能比较容易就是进入一个状态。对，进入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跟我的剧组们的，不管是演员、工作人员，就是拍完了，是我是一个主导者，我会创建群组，把每个人都拉进来。然后跟他们说哪一个要干嘛，需要，因为别人创群组把你拉进来有点不好意思 ，OK， 所以你必须去做这件事， okay. 这样表示你是一个就是也是观察入微很贴心的人，因为这个动作毕竟还是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或做什么，哎、欸，你不一样了耶，所以今天写这个东西应该会让人家也觉得。应该会有看到什么？ Oh, 我们这是安大明星有个梦想版啦想。好，今天我们上次聊的就是感觉比较，可能他们会觉得说啊，你们两个真的好像在聊天。可是对我来说，就是跟一个那个很久没有见到的这个朋友，我帮你拿麦啊。这你知道写什么吗？写梦想嘛，对。写梦想是什么？你现在真的可以鼓励别人了、欸，哎，因为你已经是老艺人了。对对对好，对。这样子，你知道大家对这种演艺圈的这件事啊，而且你的出道的这些历程，是很多人现在也。哇，你看拍王子的手，这手上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对，你自己的品牌吗？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哦，好好好。你的梦想，我们要哦好，哎，再给我一张，我要给他写两张。你写的是你的梦想，我要你告诉人家梦想的意义啊。但我想要你两个都，你既然都下笔了、哦，我们就把它留下。你难得来啊，好，下次什么时候来啊？我也不知道，而且。过了年之后，你又要去很远的地方忙了。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藏起来，叫他们上网再来看。等一下，你要鼓励大家。好，王子这次出了这个那个，算是一个单曲 EP 三首歌。接下来在那个跨年的表演上，应该会全部就是功力展现，全部让大家好好看一下。哎呦喂！哦，是哦。天哪，你也太暖心了吧你！今天是12月15号。哎呦，这么可爱的签名，这张先不给人家看，来，麦克风拿一下，这我收着，这是王子在一个地方许的小小的心愿，好，藏着，好。要鼓励你的粉丝朋友，怎么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话特别跟他们讲？梦想是一个怎样的进程？然后梦想对你来说，应该是怎样去做分享它的意义？他们能够最有梦想是什么？梦想是永不放弃的什么什么？梦想是什么？然后你就会跟我们一起在那个板子上面，看到很愉快的一个。有一种看到小孩写作文觉得非常开心的感觉，真的。梦想就是会有难写吗？还好，还好，还好。现在需要一点。我看得太入神，这段时间突然就没有讲话。不行，我要补一下话，比较对。好。王子写好了。你就是很优雅，所以你来我就相对安静，我也不好太吵闹。不会 ，OK 的 ，OK 的吧？王子告诉我们了，梦想就是这样。对我来说呢，梦想是能够让自己开心快乐，
别人呢也能够替你感到骄傲的事情。很好啊，就是你在想的任何的事情当中，都会去顾虑到你该爱跟爱你的人。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这样。真的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既然讲的蛮对的，比如说，我其实，比如说今天去大家一起去吃饭，啊，我觉得重点不是食物好不好吃，我看大家吃得很开心，我就很开心。真的吗？真的真的。天哪，你六月是双子，四月母羊，二是吗？4月14母羊，母羊座。好，我对星座没有什么特别研究啊，okay, 但是有点那个吓到了，我以为你是一个什么博爱的星座啊，或是什么。OK， 但是王子今天送给大家这段话，就是非常的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梦想就是能够让自己开心快乐，别人也能够替你骄傲的事情。”所以你一直在追寻着你这个梦想。对，一直一直。然后他说：“我的梦想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唱完再给你看。没有啦，就是你说送了两个礼物嘛，就今天你难得来，然后我就很开心可以得到从你身上得到墨宝，就是你留下来的亲笔的那个文字。Okay, okay. 我们也不知道哪天突然间制作人心血来潮，因为王子来了两张就可以拿出来送一张。有可能知道吗？对对对。好啦，今天这个真的是单纯聊天跟老朋友的那种见面。对。那对我来说，其实王子在这段时间里面，然后接下来又要开始去做新的那个事情的那个规划。对。耶诞节要到了，你有什么特别？耶诞节呢，我会跟我的歌迷一起过。好，也是出席活动。好，对，然后呢，在跨年我会在台中跟大家一起见面。好，对，对，你的生活当中永远要有个那个粉丝。对对对，其实我还蛮怕孤单的啦，所以对，真的吗？真的，所以我你看起来很会独处啊。我不喜欢，我喜欢跟大家跟很会不一样哦。不喜欢只是不喜欢哦，很会是很会，很会就是。这件事情在你做的时候没有困难哦，没有困难，但是我喜欢热闹。没有困难不代表不爱，就是爱跟不爱没有关系。哦、OK， 是不是但是你很会独处吧？会，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那跟孤僻不一样？不一样，我不孤僻，我蛮喜欢热闹的。所以你不喜欢独处，但是你很可以这样。对对对对对。啊，独处的时候你都要干嘛？为什么就想事情啊，就这样发呆一整天这样。想事情，然后上网看一下东西，然后看看我的作品，然后看，因为 我是一个对数据调查蛮仔细的人，我会去看每一集点阅率，或是每一个戏剧的收视率，他们为什么高，一定有好的原因，我会去观察为什么哪一部戏红，然后哪一集特别收视率高，那一定有好的原因。你会自己去那边做分析哦？对，我会去看。然后呢，哪一篇的新闻？那这样当你助理蛮累的哎。就是，对，那你都知道的事情，那他应该也要知道啊。我们会聊天分享。你说你会跟他说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不太需要特别的照顾。我不太需要，完全不太需要。吃比较需要照顾。吃哦。对。怎么说？因为我不会煮饭。那如果我在家里的话，没人煮饭，我可能就饿死，只能叫外卖这样。哦，这样还好啦，还好，因为外卖的话可以用，可以，可以 ，OK，OK，OK， 这件事小事小事。你助理能够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容易，他只要可以帮你叫到外卖，就是对对对，饭可以吃下去就好，所以其他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对，其他我没什么，搞不好他们做你还不喜欢哦。也不会啦，就是我不会，只是你不想说吧？对，就是我会比较就替他着想。好了好了，他都忙了，对我还是自己做好了。对，所以这是也就是我一个控制狂的感觉啦，有点哎。对，所以你才能把这件事也控制得很好。对，希望希望。这个专辑就是已经走入那个宣传的尾声，但我刚刚笑笑问他说：“如果你到那个下一个，就是他到海外去宣传，他说等等拍一张片可以，所以你未来两年都要在那边很忙碌的工作吗？”也没有到说。一直我觉得我都可以来来回回的，来来回回。对，然后也希望呢有再拍到更多的好戏给大家。所以演戏现在也是你那个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对，没错。还是一直以来你都很喜欢？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然后呢我也希望可以诠释各种不一样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戏剧的力量还蛮迷人的。好啊。对对，你在最近最迷人的事情就是通通都做都挤在一起做了，对对 对。然后2017就从那个你演的那个戏大热门以后，然后后面整个你人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人气暴增的那种状态，谢谢谢谢。然后接下来要延续这个人气进入那个巨星行列里面，谢谢，开始去跟人家
抗，也没有抗衡啦，就大家一起成长，互相学习，互相成长。今天那个很开心跟你这样聊天，虽然没有到搞笑，希望你还 OK。对对对，没有，我很喜欢，很久没见面的人突然一直要搞笑，我其实说实话就是想念多过于就是想要那个这个地方那里有多很多的花俏，就是其实也都是一种关心的那种分享。那我相信其实对你的歌迷啊或者你的影迷来说，他们也希望说，哎，如果静静的听到王子说话，感觉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开心跟愉快的事情。感谢有这张 EP 耶，谢谢，那我们有机会把你找回来这个你以前熟悉的平台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个。对，今天那个王子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通告很多，也不好意思叫你在这里唱歌啊、跳舞、啊。不会不会 ，OK 的。Okay. 但是现在就是节目进入尾声了，那即将进入了晚餐时间。今天晚上你有建议大家吃什么饭吗？今天晚上，我觉得可以大家吃个无厘头烂吃个鸡腿饭好不好。为什么？我平常就很喜欢吃鸡腿。哦，真的吗？卤的还是炸的啊？炸的。为什么？你这样身材，你说你吃炸的，你是骗谁啊？因为我很喜欢吃鸡腿啊，然后便当我都点鸡腿饭啊。所以你只客鸡腿而已，把那把皮撕掉这样子。也有吃皮，有吃皮 ，OK。但你这么瘦、欸。对啊，但是我要多吃一点啦。好好好，对，所以歌迷会送你鸡腿吗？不会，不收食物，不收。对，哎、对，收卡片就好了，有心意就好，不希望大家多花钱。哇，你真的是一个暖心偶像哎，要先说好，对啊，不然你的礼物太多了，其实也是蛮忙碌的。感觉上来说，祝福那个王子新的一年也能够那个更加的开心。好，有最荣幸让你送给大家一个新年的祝福吗？好啊，因为你在这个跨年前，然后这礼拜要记得吃汤圆。哦，对，冬至吗？哦，好，22号哎，Hello， 我是王子邱胜翊，希望呢大家在2018年呢都可以过得非常的顺心，然后都有更多美好的回忆，把以前旧的不好的都忘掉。对，谢谢。哎，人很好哎，你祝人家2018年有美好的回忆哎。对啊，就是表示2018年整年过得很开心，才会有美好的回忆。对啊，哇，一整年都开开心心。上上一个冬天是这样，上上冬天，你这个人讲话挺偶像剧的，有吗？有啊，为什么不？感觉很好啊，大家想要那个撩妹的，可以把今天这一集好好再看一下，看一下，好好好，真的。然后连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是对 MV， 对，也可以看一下。你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了，对，另外一个阶段了。然后希望可以再认识更多人，学习到更多事，这样是。好，今天看到的王子跟我以前看到王子不一样，王子要变国王了，要上位了，要上位了。谢谢你今天来，谢谢，然后希望你就是都很愉快。好，然后今天的导播啊，大家其实听到你要来都非常的开心，谢谢谢谢。然后今天现场的大家就在你这样优雅的谈吐当中，享受着下班前的时光。好，谢谢，谢谢王子，谢谢，祝福你。好，谢谢，谢谢金哥，谢谢，谢谢。安安大明星今天很开心，今天一整天都在安安大明星，最后用这么开心的方式跟老朋友在这里跟大家度过12月15号，下次见喽，谢谢王子，拜拜。不可能满足我。